不要关特效，我换一个特效。这个特效还挺好玩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特效。怎么换啊？这个东西更多。哎，我咋不会用这玩意儿？不对，哎。对，我有一种想要给他们帮他们一起去换轮胎的，我真的没有见过，就是110,000。我第一次见，就是我们当时登机，然后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一切就绪了，然后他们突然来了一个那个广播说啊，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已经所有的那个准备就绪。我以为准备要飞了，然后说我把所有的准备就绪，然后为了飞机安全，我们打算换一个轮胎，需要1到1.5，想1到1.5什么呢？1到1.5能是什么呢？然后他说1到1.5小时，然后说需要所有乘客带上你们所有的物品，那个下飞机，然后等待。我们给你们准备了甜点和点心和水。但我家里还有。我不要关掉特效，我就不要关，我换一个特效。我换一个好玩的特效。这一个还原美貌，不好看。哎，这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像不像那种勿忘我？拿一个丝带，勿忘我！救命啊！真的会救。抖音最近有好多好多特效，我都没有研究过，好久没有研究抖音的特效。哦，小鲨鱼挺可爱的，搞一个。哎，在哪？这个可爱，但是我拿着它拍了好多视频了，不是啊，因为今天没化妆，咱们就是稍微的憔悴一些，不好看。我的素颜不好看，不用看了，没有关系，别管我。二姐素颜才好看，听见没有？都能发话了。如果我素颜好看的话，那你别工作了。不行，上舞台。把你辞退了吧，你不需要你了。换哪个轮胎？飞机的轮胎呀、啊，还有哪个轮胎？飞机上还有什么轮胎？那个小推车的轮胎吗？声音怎么哑了？感冒了。我那天那个迎新之夜之后就感冒了，所以我就是硬撑到了迎新之夜只结束，然后回家就休息两天，就养了两天。机场是没有我在乎的人了吗？就是肉眼可见的是没有的。我2点多就来机场了，2点多就来了，一天快过去了。我在哪？我在我嗯。我跟你们接东西，你就在直播间里去，你去家里面直播间，或者最近在干嘛？在工作呀。穿这么多不热吗？我现在在北京，我还在北方。我真的等了好久，主要是也不是因为天气原因，就是明明都已经上去了，我第一次就上飞机，然后说请所有人带好你们的物品，有需下飞机，我们要换1到1.5小时的轮胎，然后已经不打紧，现在已经
从我们四点半下飞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了，我们还没有上去，然后说七点能登机，现在已经七点整了，还是没有广播让我们去。澳门有时间 city walk 吗？你看我到的时间，我十一点能，十点肯定到不了了，七点半。如果七点半登机，如果说八点能起飞的话，九十十一，然后我估计可能得半夜才能到了，然后到了就睡觉了，然后明天起来了就上班了。那是呀，我好像又睡着了，我都已经在这坐了一下午了，我是真的快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轮胎是怎么样。睡觉了，不多。我的迪米，我的迪米，他很聪明，他比我坐了早一班的飞机，早就到了。我恨呐，早知道我也改早班机了，烦死了。我的妆是谁画的？我没化妆啊。我是素颜，你们实在行吗？实在不行，天生丽质。我关掉，但是我关掉就是很沧桑，不要被吓跑。就是这样，今天只画了一个眉毛，就是这样。成都什么时候开票？我也在等他开票。感觉他是被什么耽误了，本来是快要开了，是要等那个文下来，对吧？嗯，我到时候找机会看一下他那个什么，因为我不咋直播，我不知道那个什么粉丝灯牌什么玩意儿，再说吧。吃完饭了吗？在休息室吃了饭。嗯，主要是实在太无聊了，我真的就实在太无聊了，就开一会儿，我说开个五分钟。头发也没有很长吧，到这儿。还没有及腰，等飞机人多不多？一飞机的人都在等飞机，你说多不多？自己一脸狼相这个事情，我知道今天那个狼人杀上了，我真的没有挂狼相啊，我那么天真无邪啊。我也发现了，我说陕西话有点新疆，就是我当时有点忘了陕西话怎么说了，可能好久没听了。不是不是，今天吃的蛋挞。嗯，郑州国航179，国航179次航班请马尼拉的旅客，请您听到广播后带好随身物品由 E24。我发现那个时候必须要自爆，就是那个节点，如果而且我是第二个发言还是第三个发言，我要是不自爆的话，一轮下来我的狼队友全都没了，所以我必须要自爆，然后赶紧天黑，这样的话还有就是还有希望能救一下他们，知道吧？哎呀，石亮哥自爆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他要是不自爆的时候还好，他一自爆我就。没办法，我去马尼拉玩，我也想去马尼拉玩。小姑娘，你姓高还是我也不知道呀，我反正总不能姓点儿吧。我呆麻了，我真的呆麻。啥狼人杀？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时光音乐会的老友。什么派对什么玩意儿的，晚上可以喝咖啡但是不想喝，今天喝过了。我是希望等到，就是我希望播到广播叫我，但是广播没有意思想要叫我的意思。
嗯，皱纹都有了，你看我等的等到我人都沧桑了。看看穿搭，一件牛仔外套，一件内搭，还有一个牛仔裤，还有一双鞋。对，我真的从下午中午等到了晚上，嗓子要哑了，再等下去。能不能改航班？我再改航班就更晚了，这已经是我现在能等到最早的了。今天我今天没化妆，没化妆，我自己画的眉毛。我长这样怎么可能是化了妆的呢？那黑眼圈那么明显，看不见。旁边是我的工作人员们，我的团队。东哥在斜对面。等待，永久的等待。嗓子有点哑，这两天感冒。没有，我跟你说，我真的。遇见你，爱上你，好不容易，我愿意。第一，真的是西林，可能是假的，咱不知道。我的团队很狡猾。延误多久啊？按理来说应该是4:30起飞的，现在已经7:00。4:10起。哦，本来是4:10起飞，现在已经7:07，已经过去了3小时57分钟，再过3分钟就已经，2小时57分钟，再过3分钟就要整3小时了。平时都哪里挤出来时间去录 OST 呀、啊？你猜，比如下飞机的时候，对，比如行程表上从来都不写在行程，没有工作的时候，没错，他说的没错，录音从来不写在行程表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天录。啊！有人模仿我，吃饭了，从北京飞，一天有48小时，我也希望我有48小时，时间真的不够用啊。不然打车回去坐会儿吧。那我回来还要再过海关，还要再过安检，也是没有必要。不错，别拿了，真太不了。是的，眉毛是自己画的。显麻一般嘛，但是就不方，是那种，只能是在一起。很显吗？对，甜也可以。四眼皮，哪有困出4眼皮？我本来就有4眼皮，你看我有4个眼皮，1、2、3、4。这边我有。也有大概4个吧，比这边没有这边的明显。想不太到了。
就剩你了，加油。多相处就关系融洽。对啊，就是你要互相这个。啊，我老了，怎么看出我老了？眼皮越多就越老是吗？没说你说我老了。我老了。没有，高姐天生多眼皮。我四个眼四层眼皮。四眼皮。嗯。我也没有偷偷直播，我也没有说来我直播不告诉你们。就是有眼袋了，行吗？的确是。谁在机场休息室开嗓啊？不能这样，这不扰民吗？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这会儿突然开直播呢？就是因为本来我4:10的飞机，然后他们突然要换轮胎，然后就把我们都请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在机场等了大概2.5小时。没关系，这些文啊什么的都是经历的记载。哪有文儿？人家不是文。我可以证明高姐脸上一条纹儿都真的都能说了，说高姐脸上一条纹儿都没有。手机还有20%吧。我要么就是、哎呦，我要么就是播到我上飞机，我要么就是播到我手机没电，反正看哪个先来。这么大天，我发现挺好的呀，我感觉我最近发现不错，养的挺好。一会儿你就找一台坐了，你不要叫。真的很不要。钢琴七中，加油，一定会考过的。我当年就是很边缘线考过的，其实可以的，相信自己，不要紧张。充电宝，不是，你不会是第一个在等飞机换轮胎的艺人吧？很难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飞机、啊。打耳洞还好吧，就是那一下，就是咔那一下，然后你等你还没反应过来，它就过去了。这个飞机今天真的很难飞，肯定不行，咱换一个。又要去拿泡面了吗？我们团队对泡面有点执念，很喜欢吃泡面。这已经是20倍小时了，多快，十分钟。你好呀，心思。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直接去。什么？想听你说，公主天冷请天衣。你没去那些，你直接飞那个无锡，去那个苏州。哪儿来的？最近为什么这么流行什么公主请这公主请那的，那么娇贵呢？非得公主请，不是公主就不行了？平凡的人不能做这些事情吗？平凡的人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公主才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对自己有自信，就算我们不是公主，我们也可以做这些事情，知道吗？成都收官场，唱新歌，不唱新歌，唱老歌。我知道是个梗，我不知道这个梗，我只是在吐槽这个梗的来源，为什么一定要公主请和王子请？我不是公主，我也要。
主要是干，但是我其实啊从格尔木回来已经就有点干，但是我从格尔木回来已经湿润很多了。你不知道我在反正就是在青海啊，在甘肃那几天，哇，简直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呼吸，我的鼻子都在着火的感觉，在冒烟儿，好吓人，好干啊！就感觉你用再多的那种什么加湿器啊、唇膏啊、润这个润那个的都没用。说官场，我真的想听等风出来，等风出来是啥？等风出来，等风出来，等花打开。我感觉我这个嗓子快要变成秦岚老师，对不起，秦岚老师，但是有点像那个朵拉，电音朵，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有点快往那个方向走了，不可以。No， 不 OK。但是我笑起来真的有点。楚叔，知性女艺人的 flag 倒了吗？你们今年有听过我说自己是成都知性女艺人了吗？今年一整年到现在为止，十一月初了，我今年就是没有提过这个词儿了，已经。今年不走这个路线，好吧？嗓子有点，今天嗓子其实已经好一些了。我前两天，我真的不知道我迎新之夜我是怎么，就因为我迎新之夜当天我嗓子有点疼的，所以我在想啊，不会晚上唱不好吧？然后我后面两天我直接就有点饱卷了，我喝着水呢。我没出去玩，可能是我你说的出去玩，可能是我去甘肃和青海那两天，因为就是风很大，你知道吧？然后又很冷又很干，然后马上又跑到浙江，又跑到一个很南方的地方，就忽冷忽热的，你知道吗？我也想知道呀，我说我要播到登机，结果现在7:18还没有登机。你好高冷不理人，很难说，我没有走搞笑路线，我只是很真诚的在跟你们就是交流。配饰是自己做的吗？对，我自己拿那个金属然后打磨了好几年，然后把它刻出来的，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样子。对，吃着感冒药呢，吃着呢，放心，我会尽量照顾好自己的，在所有休息时间基本上就是一个卧床的状态。听说你去种田了，这个事情吧，就是看节目吧。饿吗？我刚吃了饭，不饿。嗯呐。还行吧，还有二十多个店。但我发现我种田这，因为我是割稻子嘛，我发现我在这方面真的很有天分，就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割，很努力。什么时候登机？等广播。眉毛是自己画的。最近有打算染发吗？不会染别的颜色了，暂时。主要是这个头发真的
就是折腾不起了。很会割，很会割稻子，就是割那个，就是那个成熟的那个稻子，在稻田里面割稻子。嗯，摘橘子和割稻子，我觉得割稻子更厉害一点。飞机怎么换轮胎？就拧拧拧把它弄下来，然后再把新的轮胎再扭扭扭再换上去，对吧？今天东东也夸我了，眉毛画得很好，他说我今天眉毛画得很自然，很野生眉，有点蹭掉了一点，还好。嗯，没割到手，放心。我又不在新疆割稻子，我在浙江啊。这俩虽然只差一个字儿，但是这个字儿它写的也不一样啊。新疆的疆跟浙江的疆也不是一个疆啊。我听说有人一年出五张专辑，那你听错了。今天的妆真好。我没化妆，再说一遍，我没化妆。我有驾照吗？我有驾照吗？你这样让我也怀疑了，我有驾照吗？我不知道啊。主播可以直播修轮胎吗？好，待会儿我直播给你们修一个轮胎啊。已经戴上眼罩睡觉了。我操，太离谱了，7:30了还不登机。他们是四个轮胎都要换一下是吗？7:30了，我操。如果一个轮胎1到1.5个小时的话，那四个轮胎是不是要换到半夜？那就再延误一会儿，到8:10我已经知道了。不知道。开车去啊，有点远了，要过海了。改签也改不到哪儿去啊。啊，姐姐能吃掉自己的耳环吗？不是，这个东西它是这样，不能吃吧。这不能吃。你长得好像希林娜依高啊，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我像。你肩膀上怎么长了痘痘？我肩膀，我又没露肩膀，我哪长痘痘？好无聊，我也觉得好无聊。主播精神状态值得被关注，我也觉得。救命啊！救救我！等我播到20点的时候，我就关了。再待会儿要困了。
直播是叫本有本。主播你有鼻子吗？我没有。这个是我那个去年在一个那个泥塑课去了一个兴趣班，然后我就是学做那个泥塑，当时因为我没有鼻子嘛，老师一起做了一个泥塑的鼻子，然后安上来了。对，所以它这儿其实是，你看这里有两个小小的眼儿，但它其实是不通气的。对，平时我是就是只能用眼睛呼吸和耳朵，然后我不用口呼吸，因为用口呼吸对脸不好。你去登记口看什么呢？看他们怎么换轮胎，怎么换轮胎啊？轮胎换围了。一会儿等，再等一会儿。现在已经7:30了，再过一会儿，如果咱就一起去闹。去闹？要钱？马上到4个小时了。这是能在直播上说的吗？完蛋！我个人行为。不要上升到艺人。主播会夹子音吗？这种夹子音吗？这样算不算夹子？反正我把鼻子夹起来了，应该算夹子音吧。这是夹子音吗？主播落枕了。主播，看你站在。还行，没落枕。没了。我操，喝酒了。唱个歌呗。我主播是素颜吗？是素颜啊，画了个眉毛。哎呦，喝六杯，但是前一杯都是这杯子。西丽娜一个工作室大闹登机口，没有，是我个人行为，个人是东东个人行为，对，跟我没有关系，不要上升到我，跟高姐没关系。因为太离谱了，已经马上延误4个小时了。原来艺人可以自由开直播，会很麻烦，其实是挺麻烦的，因为形式不一样，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播点有内容的东西吧，跟像我这种很无聊，然后就是把你们骗进来陪我浪费时间是不一样的。夹子音。夹嗓子，那这样子怎么说话呢？这算夹子音吗？这个是不是算夹子音？最近没去综艺呢。好家伙，我刚从综艺回来呀，问我没去综艺，我马上又要去了。你说我没去综艺，那是你没有关注我，谢谢。哎，你听一下。做啥的？卖货吗？我卖啥？卖我的美色吗？还是卖我的废话呀？你最近行程满吗？是不是很忙吗？你看我现在满吗？看我现在忙吗？我都无聊到要开直播了。主播是干什么的？主播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唱歌的吧，可能。翻点头发给你，我一共也，我头发挺多的。东北，我不是东北的，谢谢。虽然有那么一点容易被带偏吧，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叫澳门乘坐 NX001 次航班向澳门的旅客，请您听到广播后带好随身物品，由 E19号登机口登机。Attention please, passenger to Macau, taking flight NX
NX001. Your flight is boarding now.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until boarding now. 家人们，你们终于陪我一起等到了我上飞机。Oh yes, oh yes. 感谢你们的陪伴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各位的陪伴。我即将登机，请你们玩好你们的手机，充好你们的电，继续结束你们美好的一天。Thank you. 拜拜。哦，等到7:31，哦，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真的很高兴。哦，7:31了，拜拜。